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今年冬天不用飞到意大利佛罗伦萨，就能体验到500年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杰作。喜欢文化艺术的大朋友小朋友，请关注上海艺仓美术馆举办的审美米开朗基罗大展。全身大卫像、湿壁画、真迹手稿等等精彩展品都是首次来沪，不容错过。欢迎来到我的家乡，相约上海，相约艺仓。